玩了2天的时间了，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。这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大概75分吧，整体做的还算是 OK 的。先给各位看一看大家使用的角色。那未来的强度榜如果有找到资料，我就分享在下方的留言区，基本上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啦。然后这边有等级，等级最高的前面几位应该就是他的主力角色啦，这是第一名的，然后这是第二名的，然后之后这个是第三名的，这是第四名的，这是第五名的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我想大家抽出来的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、哦、这一款游戏官方已经设好层层关卡、层层防护机制，毕竟是正版授权的、哦，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啦，应该是不需要刷手抽啦。至于为什么不需要刷手抽，用我的理解来告诉大家残酷的事实。官方第一层的防护网就是抽朱碧安保底60抽，抽到朱碧安的时候啊，就会解锁这两个限定词、哦、所以我也有一张朱碧安。朱碧安这只角色它是水属性的，所以前面的关卡都有做球给水属性的。如果你不使用朱碧安，最早期你也只能靠格雷啦。烧木池的这两位限定角都很好用，但前提就是要升到四星。这一款游戏啊，最高的初始卡牌就是三星嘛，再来就是二星，然后一星的话就是紫色的角色了。像那只的话，透过转蛋任务那边送一送，它也可以养到三星了。来看一下技能吧，所有角色都是一样哦，升到四星了以后才可以解锁第四个技能，所以在新手期是比较没差啦。但是你继续玩下去了以后，三星角基本上就是丢仓库的命了。那三星角很强势吗？其实也不会。我觉得像原生二星的稀有角啊，也就是金色的，就很好用了。所以以平民玩家来讲，二星应该就是主力。三星的话，除了看脸之外，你所消耗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哦。在这个地方就不用自作聪明了，因为这一款游戏是正版授权，它是有付版权费的，所以它必须得回本。前面已经讲完了嘛，防护机制的第二层就是四星解锁新技能。好，这边转蛋池的给各位看一下吧，这个是中奖率，目前的三星角就是这八位而已了。第三层官方的防护机制彻底公开出来，无论你前期要不要刷手抽，你必须要认知后面的限定池角色都是会越来越强的，就好比是纳兹啊、格雷、露西、艾露莎、温蒂诸如此类的人气角色，目前还没有三星角，所以你在前期抽得要死不活，你也是抽不到最强的，没有所谓的人前角。那一般玩家可能会想说，那我也可以留钻石啊，我可以存起来啊，我就不要用啊，我就不要花嘛。如果你不花的情况下，你的战力也拉不上去，图鉴这里都是能解锁战力的，你也拉不起来。而在关卡部分的难度会变得非常高，在挂机收益这一块，你永远也会比别人少。然后乐园之塔这个地方，意思是说它有限角色特性的，像敏捷型啊、力量型啊、智力型的角色，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位个别进行挑战通关。而且这边已经有显示出来了，选择后的魔导士将无法继续上阵，那代表说职业类型你养一只也是不够的，如果你不抽卡，你的角色池肯定是非常少的。所以在前期的情况下，我个人认为二星的稀有角，也就是金色的卡牌，是平民玩家主要的养成重点，橙色的三星角的部分就随缘吧。官方也很聪明，艾露莎这种的三星角就会摆在后面几周以后可能才会推出来，所以三星角的角色推荐部分基本上可以先略过了。那二星的稀有角有哪几位是比较受欢迎的呢？像纳兹的部分啊，初期的关卡也都会做球给火属性的，所以纳兹基本上是可以养的，而且它是紫色品质的一星角，升星快，要解锁四个技能相对的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转蛋好抽嘛。格雷的部分就看个人啦，因为强迫要抽朱碧安嘛，你可以初期先养朱碧安，到后面再把格雷跟上。因为我发现培养下来，走到中期走到后期，就是各属性都要养三只哦，打关卡的时候就可以完美实现全角色破盾，破盾非常重要，待会在做战斗说明的时候就会提到。人气的稀有角艾露莎还有温蒂，当然铁龙这只角色也是可以啦，因为它第二天就会送嘛。碎片部分应该算是好养的。那我个人觉得最好用的嘛，艾利高尔、碧斯卡都是相当好用的，开服第一天直接炸服哦，所以给了特别多奖励哦。你从这边就能看到炸服的第一封补偿十连抽钻石666，更新了以后再送十连抽，然后又出现了道歉信与炸服的补偿，因为第一天炸服了好几次嘛。
这次给了钻石就给的特别多了，按照上线的时间去发放奖励了。我发了5000多钻石，外加10连抽，外加4个鱼竿，那个就是体力的意思。在魔导师排行，目前我就是79名，估计今天所有任务做完，可以在50名上下，跟昨天一样。其实主要我拿到太多补偿奖励了。我游玩的第一天大概有100抽，第二天也是有100抽左右。要注意的是啊，招募给的招募券它是不一样的，限定池的券是长这样，强者招募的券它是紫色的，上方这边有看到吗？两种券是不一样的。这边的券这两天给了70抽啦，然后剩下的就是钻石再加这些啊，抽了130抽是有的。来做个战斗说明吧。主线5至15，首领的弱点是风属性的。这个时候我们编制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把风属性的角色上阵，像露西啊，或者是艾丽高尔。角色配置的时候可以派3位上阵，那打主线的话就是一位一位去进行切换战斗。这只角色为什么好用呢？因为它的攻击都是范围的，抓一个好的距离，砰砰砰砰砰，爽度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好用的角色基本上他打得顺他就是好用的。第四招的话就是要等四星才会解锁。好，当前限定值就这只哦，翻球嘛。这只的三技能相当好用，因为它有无法选中。我们好，首领出现了哦，看一下左方人物，它有出现切换风属性的，好，它会提示你，好，你就切换。然后中间上方是 BOSS 的血量，下方黄色的就是它的盾了。因为这次我升到4星的，所以我有4招，破盾了以后，它就会出现晕眩。然后右上方这边是克制，所以这款游戏啊，在战斗它是有两种克制方式的。第一种克制就是职业类型的克制，第二种就是你的魔法属性的克制哦，哦可以产生破盾效果的。然后右上方一个手把的字样，那是代表手动，再按一下。就是全自动有一个加字样，再按一下就是半自动，半自动的话它就是不发技能，纯粹的进行攻击普攻。好，这一关的首领弱点是光属性的，会长他就是光属性的，直接进行挑战。接下来我要演示的就是全程开自动，全程开自动情况下他就只会傻傻的放招，他不会切换角色，更不会闪招哦。也就是说除非你第一只送头了才会轮到第二只上场哦。这就是为什么开自动打很难拿到3星通关机制的真正原因了。没想到官方连开发这个都开发不好，有可能是他没有那个技术，做出来以后可能会产生很大的 bug， 然后整个游戏可能会乱掉，索性就把它放弃了。好，我这只也差不多快挂了。这个就是他完美的自动战斗，这就是为什么啊，我必须在大多数的关卡都要进行手动。第一天打了将近100关，我都是手动操作，自动放招与切换都做不好，这是这一款游戏最大的败笔。至于游戏干不干呢，第一天非常干了。我先给各位看到战斗这样子，我在做说明的时候各位就比较好理解了。这游戏第一天大概可以推完第5章，那我们算每一章平均10关好了，就当它50关了。但如果你是课长，你可能可以推到第6章甚至是第7章嘛。再来，这是主线，下面有冒险支线，这边也是要推的，每一个章节是9关，这边推完才能推主线，主线推完才能推这边，两者是互相绑定环环相扣的。我们就当它一章也是10关好了，第一天可以推5章，那就是50关，主线加支线总共是100关。挑战关卡奈落宫这个地方就是挂机收益哦，第一天可以推到20层以上，再加上主线支线是不是已经120关了。推完以后打伏魔殿，这边是打 BOSS 的，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跟玩家组队，可能后续会开启也说不定。然后这里有乐园之塔，我压根就没打。日常副本绝地反击这个地方可以打10次，幽鬼入侵打完以后可以进行扫荡，当作打2次。然后这个是问答，就是有10题嘛，最高你可以拿到10题的奖励，然后一天有3次的挑战机会，然后它就是分为对跟错而已啊。福利部分下方这边雷龙的挑战啊，吴月流的挑战，这边也是可以推关的哦。魔导师的试炼，破盾跟输出的试炼，这边我们就当它有10关好了。你第一天啊，全程手动，你可以打150关哦。如果你要打快一点的话，又要打顺一点的话，最好全程手动。你要想一下，你做一个游戏出来，要玩家打150关，前面的自动战斗你有看到吗？天成这个样子，你敢开自动打吗？绝大多数的关卡你开自动是没问题，后面关卡敌人变强的情况下，无脑放招，然后送头。
所以这一块就完全是个败笔哦。如果他自动战斗做得好的话，那还没话说。你要求玩家一天打150关的手动，然后自动战斗做得乱七八糟的，哦，这是这游戏最大的缺点了。所以我最高也只能给到75分，这已经包含他给我的炸服奖励，我的体验才有明显上升了。如果他没有给我这些奖励的情况下，我大概给个65分而已哦。竞技场的部分，这边可以去进行挑战，目前我排名是50名。挑战的话，你可以挑战力比较低的进行战斗。那你要进行挑战的时候啊，你还可以勾选自动挑战。自动挑战它下一场会自动打嘛，但是敌人的强度就未知了，所以有可能会战斗失败。如果你要求稳的话，你就是全程手动，一次一次这样子打。角色的成长部分快速介绍就好了。这边是拉等级的，目前是没有看到等级可以去进行重置的。所有属性最高都养到3只是最完美的情况嘛，因为有破盾的关系啊。支线的冒险啊，它是3位角色一起出战的，所以2种是不一样的。角色技能缺的材料打副本就有了。装备这个地方消耗的非常严重哦，装备强化石奈落宫那边的挂机收益就可以产出这个，或者你是推关啊也是可以拿得到。钻石商城也有卖哦，所以资源算是非常稀缺的哦，用的非常凶啊，就一路往上强化进行突破就行了。能量法阵这个地方你就把它当作装备插卡吧。角色的成长部分啊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了。7日好礼，第7天送朱碧安，第14天送朱碧安，第1天新手强制60抽保底朱碧安。朱碧安这只角色4星是稳的啦，所以以平民来讲，这只角色还是得养哦。体力一天可以领3次，最后一次是晚上8点，其他就是各式各样的奖励啦。月卡，豪华月卡，连续30天，总共可以拿到10000多钻啦。工会部分，工会这里啊，一开始创的话，工会的上限就是15名，最主要就是打 boss 啦。boss 这边是手动打的哦，因为打积分，所以这边建议手动打，打一场要打很久的。然后工会商店这边就是可以换道具啊，然后可以换的角色基本上平民是必养的，像温蒂这种角色。再来就是会有工会争霸，工会战的意思啦，整体就是这个样子哦，剩下的应该不用再介绍了。那么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史上最強のギルドだ。行きます。